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博物馆系列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来到的第五家博物馆，也就是株洲博物馆。株洲博物馆呢，位于神农城内，它旁边的话也有株洲的美术馆。那在从外面看起来的话，这个建筑是相当漂亮。同时，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旁边啊，它的喷泉，给它那个水的时候，感觉到非常的凉快。当你走入进去的时候，那今天大家就跟着我们的脚步去了解一下株洲的发展历史吧。Let's go！ 我就边走边跟大家解说一下，这是动植物的资源厅，它呢在株洲博物馆的一楼。我在那个已经来之前，我看了一下介绍，好像有电子的那种，对对对，大家看到没？就那种，这一块屏幕有这种电子的，很逼真。如果在软点看的话，如果说，我跟着他，跟着他，看看他去干嘛？站住，请站住。层呢，我们就已经逛完了。第一层主要讲述的是株洲的动植物资源，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有蟒蛇呀，那个介绍我没有看具体啊，比如说株洲是什么气候啊，以及它盛产什么植物和水果，那主要是做这一块的介绍。第二层呢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，好像进去是看到了鹭江书院，它那里有个比较有特色的，就是说那块屏幕上飘着的云朵，感觉是非常逼真的，好像你走进去就是看到了非常吸引人一样，这是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地方。那在还有就是它的陶瓷，在陶瓷这一块的话，我印象不是太深，但是我记得那个瓶子特别高，有反正比我的身高要高了，大概2米应该有吧，反正。虽然说我的身高没有透露啊，那再来呢，就是像红色故事啊，以及建党历史啊，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还是说株洲的一些第一吧，因为我以前只是总了解株洲是一个工业城市嘛，在逛完第二层以后，我知道了株洲还是有非常多的第一，像中国的第一台飞机发动机就是在株洲诞生的，以及高铁啊火车都是非常有名的在株洲。那第一二层呢，我就大概的做了一个介绍，详细的要大家自己来看呢，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可能绝对是讲的不太详细的，因为我自己来的时间非常短嘛，如果要做详细的了解的话，看的时间绝对不仅仅只有这2个小时逛一下的。那我们继续逛逛第三层吧 ，Let's go。我拿了那个生沙子鞋啊，生沙子鞋，那个土坡脚脚啊，越小越好。他们说啊，那个这个呢，好小的，就是裸脚啊，裸脚的。那你如果是我们现在都看老婆啊，是看身材看脸型啊，他那个时候就是看你脚，你脚越细，金莲对吧？啊，那裸起个脚好疼嘞。啊，你是脚越小，那个的老婆就越好。对，那多痛苦啊！好痛苦的。后来什么山开发了，人家来什么山开发，什么时候开的？什么山以后他开发这个青龙罗起的，他家以后不落脚了，不能好高兴，好高兴的。他都是裸脚啊，裸到这个人走路不能走。对啊，像有两大，像一个是裸脚，一个是裸胸嘛。那真的是痛苦的。好在。是的，他就是脚越小越这个习俗不好，对。是的，你脚越小的话就是好老婆。对，尤其是这样的。继续，看你脚。是，先生，谢谢一些砖。哎，那你们。都是有房间的不？啊？这个模
这个对，这个是都知道，这个就是木工对吧？嗯，做木工的基本上都是。你们现在是上班呀？是做搞创业了？嗯，是的。创业是吧？啊。这是干什么生意？我们主要是技术这一块，计算机。计算机。对。这些可以。嗯。现在比较年轻。还有，我们也比较喜欢做，像我比较喜欢做自媒体嘛，就是拍视频啊。嗯。到、嗯。哇，这一条就是老街啊！可以带大家看一看这一样。嗯。冰炮。哇，这个很易做的。当铺。当铺。玩具。就是咱们的，六十年代的时候都有，七十年代、六十年代。哇，这个建的起来还蛮好看的吧？这种东西。对对对对，还原度我觉得很高。一般都是。去其他博物馆就是那种模型，它这种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但是往后看就是说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那种感觉，应该可以。嗯，对，它就是像一条街一样的。嗯，这是烤米铺。嗯嗯，经典米铺。就是这是模仿株洲哪一条街吗？这里也不是买一条街，它就是我们原来就是一些个古代是一些个生活了，嗯，一些个人品不是好的，在香港就是油记豆腐铺，哪一个就是这个株洲的香港还是比较有名的，香港，哎，那是什么林呢？李林吗？是那个香港比较好吃的，嗯，香港方面，哎呀，可以。酒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酒。陈家老东酒坊。出酒器。嗯。他这里还能出酒器的。看看大家。这个其实也是个爹。嗯。是吧？嗯，对。打酒了。哎呦，打酒了还是？蛮漂亮，蛮都蛮真的哦。嗯，对。我的那个喝酒，他们都是一缸一缸喝。这个就比较耗劲了，这个我看到过，但是这个七十年代有啊，啊，八十年代也有啊。这是干嘛？这是做窑的。哦，做油啊。我在窑边呢，又敷啊，放里面去蒸啊，蒸这窑就给这个下面的。嗯，这是榨什么油吗？茶籽油、菜籽油、菜籽油。嗯，好。这个榨油厉害了，我要用手机再拍个照，确实。走嘞，边走边看了。嗯，这个榨油的厉害了，从用横着拍。嗯，那个，拍一个 ，OK， 行，好了。这个马，这是新郎和新娘的，这个就比较近代了哈。中式的啊。这是我们中国式的，什么式的？这是我们中国传统式的啊，这是一种传统文化呗，这里代表的，嗯，现在还是沿袭下来的嘛，对吧？这个还是可以的，嗯，整个就焊完了第三层，嗯。是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株洲博物馆就打卡完毕啦。相信通过我上面的介绍，大家有对株洲博物馆有个粗略的了解。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，或者说你对建筑比较感兴趣，都非常适合来这边逛一逛的。这边也不需要你先了解什么具体的历史，来这边了解就行。像我今天就没有了解任何东西就过来了，当然也是比较浅显的了。如果你多逛几次，我觉得你对这边的不管是文物展品呢、以及株洲的发展历史啊，都是有非常深的了解的。好吧，今天我们就录到这里啦，希望下次再跟大家见面。对了，如果说大家喜欢去很多博物馆的话，欢迎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博物馆指南，那也欢迎关注我们下期的节目，拜拜。